除夕夜，很多市民都有出街迎接2014日。警方说维港两岸、时代广场和兰桂坊等等的地方有382000人参加倒数活动。当中维港还是第一次有大型的烟花倒数，吸引了很多市民去看。不少情侣都祝愿一起由13年跨越去到14年，可以一生一世。由萧乐文带大家看看这个特别浪漫的新年倒数。跨越一三一四，果然特别甜。维港夜空深深相印，海旁就情侣双双。首次大型烟花汇演倒数，新一年大家都好事连连。Will you marry me?我想跟我的女朋友从13年跨到14年，然后也象征的我们一生一世都在一起。时代广场倒数有新意思 ，Candy Crush 糖果倒数一样喜庆，大家都上街呕天成。I love her。佢净系问我应唔应承我咯，而家系真系感动，所以应承咗。呢边兰桂坊狂欢。迎新岁，男士的新年愿望是娶老婆。这边就一对对逼人翩翩起舞，咁正嘅气氛咧，唔系一定系一间浪漫嘅餐厅先至有，喺运动场一样可以啊，好似呢度咁样，就有几百人一齐同你跳舞啦。有线电视记者萧乐文报道。西歐多個國家都有慶祝新年的，英國的煙花還很特別。煙花照亮倫敦泰晤士河的上空，一批煙花最特別的地方就是會散發水果香味，刺激現場觀眾的視覺、聽覺和嗅覺。至於德國柏林，作為東西德統一象徵的勃蘭登堡門，超過100,000個人在這裡看煙花，現場更加有樂隊伴奏，令到觀眾更加投入。